吃白泡泡又明明吃薏仁，要吃退火吃什么？绿豆，要吃八宝味的吃红豆，对。再来讲无闲吃甘吃淡的，讲加减啊顺啦，嘿，无闲嘛好啦，吼，对啦。再来讲着，哦，迄个草人满冬水啦，讲假鬼假怪啦。来日本枪兵会记哩哦，唔通对着外家人讲讲日本枪兵，叫苏轼，因为咱日本有无？日本历史叫做苏轼，哦，不是不是苏跑啊哈，你来看，这是中医啊，你来看这，啊，今天这就是咱的连根树，咪咱的可怜树来做啊，会枝会花纹，啊，而且嘛较轻，所以咧，刚刚吃讲，要讲咱八十八啊，你爱记哩哦，八十八打你脚就爱跳啊呢，迄气势一定爱有。这叫做牛肉，可早牛肉吼，咱会挂伫车挂身上，挂在遮。你咧行时阵，伊会咚咚叫。啊，咱讲方圆有一句话，方圆一句话讲，水规车袂当排规排，水规车若排规排，叫做拖塞人啦。就算你六三六六六一世人，人讲台湾工厂歹徛起，大陆投资做生意，有诶做甲足欢喜，有诶讲唔知安怎死啊。所以伊袂用食果子，爱戴树头。饮水就爱梳圆头，吃白米要拜什么头？爱拜蚕头，蚕头就是要拜咱土地公伯。所以讲，如今已经放水了，大小企业做歹啦，感染大陆最源头啦，哈，无啦。天光的时阵讲行漏水啦，点大日头大讲惊晒死啦，暗时八字轻讲惊看到鬼啦。啊，我问你咧，要找当时去做？无时间啊啦，所以叫少年少年放公车，宝贝，坐牢你就身体卡手了。这就是阿华甲恁讲，人讲少年体格足标准，小姐看到笑温温，坐牢行路拢无稳啦，放牛公过加轮顺。所以人讲日本若要倒，咱台湾的妇女更得爱洗衫布。咱台湾若要叫恁进来去送大家了，恁人拢是笨，听了若是有清楚，请恁教我拍鼓啊来娱乐。娱乐啦。我看看这阵吼，一拍破恁兜好个啦，无拍破恁兜开银行，这阵先吃嘞。感谢恁的婆媳，祝恁大家明财宝，我大家你讲好未？好。哎，这下有够了。因为我干部吼，都整个人数吼，拥有足济人，啊，了我甲干部提一寡落来，啊，即落我调工哦，因为恁这所在，确实伫阮的心目中看起吼。去这个所在，感觉讲很蛮有一个创意啦，吼啊！恁的社区本身啊，真认真啊，咧做辛苦来经营这个方式，互阮会当借着恁这个所在来遮看看吼。感觉对阮像阮这历史过来，就是感觉好遐会员吼，会增加迄印象。啊，因为我这边咧调工，甲我遐会员真介无来啊，有叫加十个无。无来，就啊，甲塔塔做一台车过啊。啊，今仔日安尼洗洗。啊，我今仔日洗洗吼，感觉都蛮有意义啦，比前届来个增加印象。啊，互阮的会员哦，甲只干部等下增加讲，感觉讲，互我来个行这第二座，无感觉枉费啦。哦，事实上哦，因为足侪人哦，就是拢感觉讲迄个。出来佚佗，拢感觉走马看花啦。阿公的佚佗所在嘛，常常大家咧去啊，大家店嘛拢有去过啊，所以我的感觉是袂歹啦。好，来期待你林刚阁有机会阁带恁来会员，阁来遮互阮佚佗。好，理事长，谢谢啊，谢谢 ，OK， 好，拜拜。哦，我是觉得袂歹，吼、哦，这个有香，很有乡土味，古色古香哈，好、哦，这个百看不厌。所以我来看了第二次了，这个服务人员的话也很亲切，也很
乡土味，安尼，好。嗯，好，安尼，林刚有机会再过来哦、喔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感谢。哎，若无服务了无好所在，咱就得包啊。